们真的是一天经历四季，刚刚冷的要死，现在热的要死，所以来拉达克这边真的是要洋葱式的穿法。今天路上的景色非常的漂亮，有比在飞机上看到的漂亮吗？漂亮很多。真的假的？对，机长认证的美景。这个他们称之为灵魂的家，这辈子罪孽太深的话就会被绑在这里，希望他可以保佑其他人下辈子就可能可以找得到投胎或者是转世的路，不只是寺庙，就是连一般的人家屋顶可能都会有。这边有一个欢迎茶，外面的景色是这样子的，超级美。现在要来看弥勒佛。我发现在拉达克这边的弥勒佛呢都蛮瘦的，蛮苗条的，从背影看起来有腰身的弥勒佛。这尊佛像竖立在巴基斯坦与西藏中国之间，祈祷两边不要打起来，祈祷不要有战争。对面就可以看得到刚刚去的佛寺，一路上就是看了很多很多的美景。我就在想说，这个是不是我环游世界这么多年来看过最美丽的景色。那我之前呢心中的第一名一直以来都是纽西兰，住在纽西兰的时候我都跟人家讲说我就像是住在画里一样。但是我觉得拉达克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可以说是奇迹，你可以说是壮丽，但是对我来说应该是天堂。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大概是海拔3400左右，爬多一点楼梯啊或者是走快一点小跑步一下就会有点喘，但是目前呢我是还没有高山反应的情况。走了好久之后终于看到弥勒佛了，超级无敌大的，帮他拍个特写吧。这是我们今天住的 resort。这边这六格就代表六个轮回，这个代表天堂，这个代表阿修罗，这个是人类，这个是恶鬼，地狱跟动物，中间的小鸟蛇跟猪是代表贪嗔痴，恶魔在掌管着这个轮回，佛陀指着它是代表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出路，这个月亮呢就是代表希望。我们刚刚就是一路开着魔鬼法夹弯来到这个山顶上，我现在头也是剧烈剧烈的疼痛，都快要爆炸了，我整个晕车，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壮丽，还有我们厉害的司机一路开上来。我们要去的寺庙在这里，我们要一路从这里慢慢的走上去。阿罗汉的脚印，这是800年前的寺庙，以前喇嘛就住在这里，这边也是很舒服啦。虽然我人不舒服，但是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慢慢的要走下山，然后再经过死亡法夹弯之后，我们就终于可以吃午餐了。我头好痛，肚子也好饿啊。现在来山上要泡温泉，虽然真的是蛮热的耶，但是既然排了就来泡一下吧。对啊，进来泡裸汤啊。这有什么好男女分开的啊？对啊，只是泡脚而已。我不相信那男生敢这样子泡下去。对啊，大家都在这里泡，觉得超级烫的。突然之间要开始玩沙滩车了，这是我的车友阿咪。OK， 拜拜。有一条非常看起来不可靠的桥，感觉随时都会崩塌，哎，大家很像看起来若无其事在走一样，哎，好夸张哦。
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在这里卡住了，过不去，所以就形成了大塞车。我们现在在路边，整个大塞车，有没有看到？后面通通都是车，前面呢，这里也通通都是车。好险，天气很好，景色也很美。今天这一路实在是太颠簸了，因为我是坐在车子的最后一排，几乎整路就很像云霄飞车一样，不断的跳起来。我拍个照啊，录个影啊，都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个景色真的非常的壮丽。已经在拉达克一个礼拜了吧，每一天看到景色都是一样的美丽。如果呢，你们有生之年在年纪还不是太大，有办法坐这种颠簸的路，过这种稍微辛苦一点的旅程的话，一定要有机会来拉达克一趟。连我现在，我三十几岁，我觉得都蛮辛苦的了。然后我们同团有很多就是那种50到60岁的大哥大姐，我真的非常佩服他们。真的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然后趁还走得动的时候看更多的地方。这绝对会是我目前为止推荐全世界我去过的地方，绝对是前两名，好吗？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都要来这边看看拉达克的美景。这是我们今天吃午餐的地方，翻山越岭终于来到这里了。现在下车要来看看赖，也就是类似土拨鼠的东西。他们也太乖了吧，最佳 model 哎。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每个人来拉达克最终的目的，就是翻工作，也就是三个傻瓜最后取景的地点，非常漂亮，美得很像假的湖。用肉眼看的那个感动，就觉得哦，我终于懂为什么我今天要这样子颠簸的坐一整天的车了，终于能够感受到了。现在我们在班公厝的湖边，这里到处都是速可达，还有三个傻瓜的屁股，他们的宣传照。最后三个傻瓜的女主角骑着速可达到这里找男主角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呢已经是海拔4200公尺左右了，跟我去走安娜普尔纳差不多高，好夸张哦。但是因为我们这几天是2000、3000、2000、3000，慢慢的适应上来，虽然会有一点喘，但是还可以。目前为止的天气是凉凉的，还蛮好的。晚一点比较冷的时候，再赶快回饭店就好了。好了，给大家看看美景喽。美炸耶，好喜欢哦。在班公厝住的房间门口有一个小露台，进来之后是两张单人加大床吧，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地窗。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浴室，据说这已经是班公厝最好的饭店了，后面就是雪山了，好美哦。然后我们离湖也很近哦，走路就可以直接到湖边了。他们在拍夕阳，超级美的。现在在5300多公尺的海拔，这
边呢是 Himis Monastery， 就是每一年的喇嘛面具节都会在这里举办。今年的是6月28号，也就是五天之后，也是我这一次来拉达克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行程。这个寺庙里面有博物馆，有主寺庙，有莲花生大师的寺庙，但是里面通通都不能拍，所以没办法拍给你们看，只能自己独享了。以前克什米尔跟拉达克是一起的，克什米尔政府就是缺钱的时候反而会跟这个寺庙借钱，因为这个寺庙是拉达克最大也最有钱的寺庙，看起来确实是蛮金光闪闪的。今天来师父家做客，现在大家在喝茶，超开心的。三个傻瓜最后被电那一下的学校，虽然学校里面不能进去，但是呢他们有规划一个区域给观光客参观的。这个是我们这两天在列城的饭店，一出电梯门就看到雪山群以及夕阳晚霞，哇，好梦幻的饭店哦。在一片荒芜里盖学院，这边所有的砖块里面放的都是草，因为草可以绝缘，让他们冬天的时候在建筑里面不会太冷。因为拉达克这边呢冬天的时候是-30度，但是他们可以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之下用这些绝缘的建筑材料让室内维持在-20度左右，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觉得他们就是这种盖建筑对环境伤害的非常少，永续的发展会更好，蛮值得大家过来这边参观跟学习。比起用那些化学跟会破坏环境的材料来讲，这个是更天然，更可以帮助地球也帮助大家的方法。现在到另外一个荒芜来参观另外一个学院。夏天的拉达克就算是海拔3500，太阳还是很大，超级热的。生日，然后要我们跟他一起庆祝。Wait a moment, we sing the Happy Birthday yeah, 台湾历史。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Thank you so much. It means so much. It is such a beautiful celebration. This is her international birthday today. Oh! 要跟大家告别了。拜拜。